识相的就赶快让路，还杵在那干嘛？可笑，我们先到的，岂有让路之礼？知道我们这是谁的花轿吗？赶快让路！听到没有？快让开！吵什么吵？本队长的花轿你都敢拦，你找死啊！啊！你怎么回事？长公主的花轿，你怎么也不早点汇报？于真队长，趁你的花轿啊！ 真巧，你也在这儿送花轿啊！啊，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哦，原来是长公主的花轿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要不我让你们先过好了。都是自己人，误会解开了就好。<笑>只要您不生气，什么都好说的。王后退！怎么样？走好了，走走走！哎，没事，是啊，这是干嘛呀？放手什么？怎么了？这是，快点给我抢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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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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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手脚还挺利落的嘛。我用滚的都比你们两个快呀！啊，你们吃错药了吧？赶紧把我的男巨人给放了！哼，我就是不放呢。很简单呀、啊，打架呀！哎，放开，不放手。可恶，你个死胖子，什么时候力气变得这么大？就是啊，哎呀，这爱情的力量就是伟大呀。把轿子给我抬走。是。哎，走走走走，把轿子留下来，你这个混账，轿子留下来，哎，把轿子留下来，不能走，我的轿子，我怎么了？我除了在这里走来走去之外，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了吗？我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长公主嫁给三华吗？不行。女皇不准任何人入内。要是我硬闯呢？皇宫内外层层并立，你对付得完吗？哎，我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冲动又不能解决问题，算了。这位大哥，是不是出什么乱子了？乱子？没有啊，我只是来禀报长公主，公主军的花轿就要进宫，先停在寝殿西边的花园，凌云特使将负责送公主军到大殿。这么快？这位大哥，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？
长公主失礼了。你还有什么事？长公主的男仆要我把这个送给你。卓芷，他在门外。是的，好像站很久了。他怎么这么傻？把东西拿过来。你可以退下了。君心似我心。怎么样，长公主说什么了吗？没有。那我先走了。啊，谢谢。不行，我非得做点事情来阻止这次婚事。既然女皇的命令无法改变，长公主又无可奈何，那我只有找桑华郡爷，努力说服他看看了。二王子怎么还没来啊？哎，二王子！啊！我是。哎，这你放心放心，一切都在我的安排之中。你现在只要告诉我，你愿不愿意跟长公主结为连理呢？当然愿意啊！哎，那就好了，这样呢，你就成为男主角了。只不过呢，这出戏没有台词，一句话都不能说。恭喜大姐了。参见母皇。云蝉，你还是来了，快起来吧。谢母皇。女皇陛下，吉时已经到了，是不是要……吉时已到，新人行礼，一拜天地山川众神灵，罗脉英祠众祖灵，二拜女皇朝廷皇德重，母亲生父养育恩，三拜家庭支柱大女人，温柔内助贤男儿，指头连心心相连，戒指戴上永不移，婚姻大礼重如山，一旦礼成无转移，女孙繁衍万代兴，糟糠之夫永不弃，李成。很好，婵儿，你也听到了，婚姻大礼一旦完成，就是如山之重，天地国法为证，你们谁也不能推翻。今天你和桑华郡爷正式拜堂了，他就是你正式的公主君，你可要一生一世的对他负责任，好好宠爱他，早点给我罗曼女国生个胖皇太孙女，也能够安定民心。正所谓储君不定，民心不安。长公主今天正式拜了堂，现已经成亲成家，你就是罗曼女国的正式储君了，这肩负的责任就更重了。儿臣知道了，为了国家，儿臣可以牺牲儿臣的一切。很好很好，不愧母皇对你全心的栽培呀。恭喜长公主，恭喜长公主。恭喜大姐，恭喜长公主。
谢谢各位。岂有此理，这根本不是大姐的婚礼，而是我的葬礼。母皇这番话简直就是判我的死刑。你们几个赶快扶长公主回到洞房，御宴可以开始了，庆祝婵儿纳君成家，正式成为储君。恭喜长公主！恭喜长公主！恭喜长公主！嫁不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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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嫁不嫁？哎呦！哎，你还担心什么呀？国师不是说过了吗？只要顺势而为，就会成就他们一段美满姻缘的。瞧你个头啊！现在他要是娶了她，谁娶我啊？谁娶我？谁娶我？我，阿弥陀佛！不，喂，他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有没有被雨珍他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哎，你不用说，他肯定是脱身了。说吧，到底用了什么办法？还是你最了解我啊！如无意外的话，今天晚上又会多两对佳偶了。两对，桑华表弟。我每次一想到你，我的心就好痛。想到黄姨，她被奸人所害，冤枉而死，留下你一个人孤苦无依。想到你对我一直付出的感情，情深意重。想到我们曾经是青梅竹马，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真好。没想到你，我就听我把话说完。我无法接受你的感情，是因为我对不起你。我每次只要一想到你，我就只有心痛，只有亏欠。可是我对你真的只有亲情，没有任何一点的感情。我希望你能体谅我，更何况这门婚事是母皇硬逼着我答应的，是母皇她拿卓芷的性命苦苦相逼，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才会与你拜堂成亲。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强迫自己爱上你，因为我的爱全部都给了卓芷。很好笑吧，他在我心中已经无所不在，我这一辈子只会爱卓芷一个人。所以桑，就算我已经跟你拜堂完婚，我还是没有办法认同。如果爱情可以选择，我宁愿选择不要爱上卓芷，因为我们之间真的好难，好难。你放手，桑华，桑华。你不是桑华。你是谁？如烟隐于三天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为什么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你又出现在这里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嫁给别人。我活了二十几年，好不容易爱上一个人，
我不能轻易就这么放弃，我做不到。要不是看到你给我的那份血书，我也不会了解原来自己是这么的爱你。我恨不得可以将自己的心跟你交换，让你了解我对你的爱。我知道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已经听见了。想不到我们居然这样阴差阳错的成了亲，我能在这洞房花烛夜的夜晚和你相守在一起。你知道吗，现在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刻。宝贝儿，你得等很久了吧？你才知道呀，人家都等你很久了耶。对不起，对不起了啊！来来来，让我接起你的小红盖头，看看你的小红脸蛋儿。哎，不行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哎，别管了，吃香一颗值千金。来来来，那么亮，人家会不好意思的耶。哎呦，都怪我考虑不周到。谁叫你是我的小宝贝儿呢？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现在可以了吗？哎呦呦，好害羞啊。我喜欢，我喜欢。哇，你怎么好像瘦了些呀？还不都是你害的，害人家等了那么久，自然是被气瘦了。二姐，云柔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今天可是大姐完婚的回礼日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姐好不好？大姐，大姐，又是大姐，回礼日有什么好看的？不就是那些东西吗？哎呀，不是看礼物了，其实柔儿呢想看大姐的公主君，所以就来找二姐陪我一起去看看她，顺便恭喜她好不好？要去你自己去好了，我孤家寡人一个，我才不想看他们洞房花烛以后的情景。哎呀，二姐你不要这样嘛，柔儿也是孤家寡人呢，又身体这么不好，说不定还没有男人愿意嫁给我呢。我们就去看一下，不会耽搁多少时间的。要不是我，你的身体也不会。二姐，你在想什么？是不是想去了？哎呀，跟我一起去一下吧，好不好吗？好吧，好吧，我就陪你去吧。二姐真好，我们走吧。
么不多睡会儿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，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？可能是我太高兴了吧。怎么了？你真漂亮。这感觉就像做梦一样。一个月以前，我还是南诏的二王子，要出兵罗曼女国。没想到现在就跟你成了夫妻，真是世事难料啊。你是不是在烦恼什么？所有的事情都让我烦。就说眼前，你母皇一定不会答应我们成亲的事情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不用担心这些。现下若是情势失控，南诏跟罗曼女国两国的战争是必不可免的。要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们两个该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我们一定会尽力阻止，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，对不对？希望如此吧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说过了，为了你，就算刀山火海，我也甘愿。如果有一天，我们两国必须要兵戎相见，我们不是拼个你死我活，而是同生共死。同生共死。大姐，我和二姐来给你请安了。进来吧。桌纸，大姐，跟你洞房的怎么不是桑华？说来话长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大姐能和桌纸成亲，这一定是奇迹。云柔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一开始就觉得这才是对的。胡说！大姐，这件事情是你搞的鬼吧？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？我不认为我有什么错。我说过，我绝对不可能娶桑华。可是母皇指婚的对象是桑华，现在却是别人在跟你洞房。你这明明是知情不报，这是欺君大罪。这件事情，我一定要跟母皇说。哎，二姐，今天是大姐大喜之日，你先别说了。仁儿，让他去。大姐，这件事母皇迟早会知道的。没错，我现在就去禀告。大姐，怎么办呢？反正跟我拜堂完婚的人是卓芷，这是既定的事实，谁都无法改变。女皇陛下，南诏使者金彪无功，今以水晶球一颗为长公主迎娶公主妃献上祝贺之意。多谢贵使。江平。是。慢。大祭司。水晶球，堂堂一个南诏送一个水晶球作为长公主大喜的贺礼，这份礼未免也太单薄了些。礼轻情意重。
这颗水晶球在一般人的眼里是稀松平常，可是在真正识货的人看来，就不像大祭司说的那么单薄喽。水晶球就是水晶球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是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过大祭司可以靠近点看看。大祭司，请仔细看。哼，连送个礼都要做手脚，你们真是想不出来了，才会出此下策。大祭司此言差矣，这颗水晶球是天然形成的，怎么会是本相国做的手脚啊？就算你没做手脚，你送这份礼就是有心而为了。长公主大婚，大祭司应该不会没有送礼吧？哼，我还用你指手画脚？此乃本祭司祝贺长公主大婚所特别定制的，所献之礼还请女皇笑纳。大祭司这份礼难道就无心吗？以本相国看来，大祭司这份礼可是比本相爷更有心了。女皇陛下，我与大祭司这两份礼仅代表一点点心意，请女皇陛下斟酌。江平，去把水晶球和宝剑都呈上来。是。陛下，宝剑至清任利，很适合云禅所用。本祭司这是为了长公主建功立业精心打造的。以和为美。以和为美，蕴含着夫妻间相处之道，也表达出两国相处之道。朕明白你的意思。女皇陛下还是以和为美的好。错，遇见奇功先立其器，如今长公主已大婚，正是我罗曼女国开疆扩土的大好时机。好了，你们两个人的礼物朕都收下，也都会记着，礼尚往来，你们就等着回去收朕的礼物吧。听女皇的口气是要在回礼上做文章。谢陛下。莫同遵命。母皇，母皇。母皇，出大事了。什么事？这么大惊小怪的，没有看到我正在召见南诏国使臣吗？母皇，大姐她根本就没有大婚。胡说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刚才我和云柔去祝贺大姐，可是我们看到跟大姐洞房的根本就不是桑华。那不是桑华又会是谁？就是大姐身边的那个男仆卓芷。母皇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大可以去问云柔。云柔，和你大姐洞房的那个人是谁？母皇，大姐娶到心爱的人，我们不是应该为她高兴才是吗？反了，连朕的旨意都敢违抗。凌云，在。去把云禅和卓芷都给我押上大殿来，若他们敢抗旨，朕就用这把剑杀了他们。属下遵命。陛下，陛下，请息怒，别伤了身子。滚下去。是。看来女皇是真动气了。
落麦云蝉，你可吃不了兜着走。你见不着，滚一边去！讲不讲理啊！滚一边去！女皇陛下，我等了八辈子没留一见你，滚远点！进不人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们两个一起来？于真，那个艳丽的男仆烧饼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的烧饼变成他了。胡说什么？烧饼怎么能变成桑华呢？女皇陛下，你要给皇侄做主啊！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两个到底谁能说清楚？昨天明明于真娶的是烧饼，上花轿之前明明还是我的烧饼，迎上花轿的时候亲眼看过，也是我的烧饼，结果不知道谁给我玩了个大变活人。我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的烧饼变成他了。三华，你说是怎么回事？女皇陛下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昨天皇表姐的花轿来迎宾馆接我上轿的，可是我满怀期盼的想给皇表姐做她的公主君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他这个胖子了。说我是胖子，我还嫌弃你呢。女皇陛下，皇侄的一身清白都毁了。我的清白也毁了，你还给我。好了，你也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，这种丢脸的事竟然当着外国使臣的面都给抖了出来了。你们几个都给我罗曼女国丢尽了脸。女皇陛下不必太在意。女皇陛下，说来说去，关键都在那个烧饼身上。她应该嫁给于真的，可是嫁到于真家的却是该嫁给长公主的桑华，而和长公主洞房的是卓芷。那个烧饼哪里去了？莫童认为，一切的事端很可能就是右将军的那个新奴搞的鬼。这个大祭司颠倒是非的功力真是一流。我金彪遇到他可算是大开眼界了。对呀，烧饼哪去了？他人呢？来人，给我一边去！走。在，去，到右将军府，把艳丽的两个男仆给我押上来。是。好大的胆子，把戏都已经玩到朕的头上来了，非剥了你们的皮不可。女皇陛下，不关烧饼的事儿，都弄成这样，你还替他说话？不是，真的不关烧饼的事儿。是霍轩和西亭，对，就是他们俩。这事儿和霍轩和西亭有什么关系？昨天，我家烧饼的花轿和桑华的花轿在路上的时候相遇了，就在那个时候，霍轩和西亭就跑出来抢花轿。我拼了命的才把我的花轿抢回来的，当时现场一片混乱，估计就是那个时候他们两个把我的烧饼给抢走了。为看我见了他们两个，我非把他们两个给揍扁不可。还真够热闹。来人呐，气死我了，就是你，变成谁不好，你变成烧饼，这怎么在去把霍轩和西亭都给我押进大殿来。是。这可是大好时机，趁女皇怒气冲天时，我再放几把火，趁机一次把云蝉、卓芷和艳丽的那两个奴隶一并出去。刘海，你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趟进这趟浑水来了，麻烦了。为了五大神器，只好帮他了。等会儿见机行事吧。吴副使，相国，朕一会儿还要处理家务事。你委屈什么呀？你们两个先前往迎宾馆休息。让二位见笑了。相国，吴副使，请吧。眼下只有这样了。刘海，
你自求多福吧。好看，你今天这身打扮的真是特俊啊，和我真的很般配。哎，可是我不是为了你啊，我是为了觐见女皇，我才穿成这个样子的。嗯，见女皇？女皇有下命令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见女皇你一个人去就好了，千万别拉上我们。哎，你不去没关系啊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你也不用了。嗯，反倒是你啊，哎，恐怕是你劫数难逃了。为什么是我？哎，昨天我没有嫁成于真，你以为我今天可以安然无恙吗？啊？喂，你没嫁出去，为什么是我被抓呀？把撞屁股的这两个人带走！啊！喂，等，逃婚的是他，不是我呀！废话少说，带走！走！我没有犯法！哎呀！还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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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我也带走啊！朕将烧饼赏赐给于真，你们两个竟然去抢亲。启禀女皇，我们俩就是觉得那个烧饼实在是太优秀了，所以一时鬼迷了心窍。再说了，把她嫁给于真，不是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吗？喂，你说什么呢？再说陛下，我们真的是情非得已才去抢亲的，你就饶了我们吧。好一个情非得已，你们把朕的赐婚当成什么了？儿戏吗？我们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胆大妄为，还请女皇恕罪。认错就算了吗？这两桩喜事都被你们搅乱了，你们还要朕原谅你们？女皇，您就看在我跟霍轩二人到现在还是光棍的份上，就罚得轻一点吧。就是啊，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成亲，凭什么于真他就有这个福气呢？你们算了，朕不跟你们计较，不然朕会被气死。来人呐，把他们两个拖出去！啊！重责四十大板，连降三级，罚俸一年，劳役一个月。咋了？连降三级？哇，再降就是队长了。女皇，陛下，拖出去！我错了，女皇。周将军，还嫌不够丢人啊？走，女皇，女皇陛下，皇陛下。于真，朕这般处置霍轩和西庭，你可否满意？陛下怎么处置他们都可以，不过，您能不能把我的烧饼还给我，做我的南君啊？办不到。为什么呀？你还想取烧饼？那桑华怎么办？不关我的事啊！不关你的事，在我罗曼女国，国有国法，男子一旦成婚，就要从一而终。既然你们两个已经结为夫妻，你不好好待他，那岂不是始乱终弃？不是吧？事已至此，就将错就错吧。微微，干嘛？松手，松手！不干什么呀，我要嫁给你呀。以后啊，你我二人就是夫妻。你要是敢对我不好呢，我就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让你不知道对我如何是好。大庭广众之下的，你可别逼我出手啊！好了，于真，你们这次完婚纯属意外，不过你们已经结为夫妻了。桑华怎么说也是个郡爷，你也算是高攀，再有不如意，朕唯你试问。去吧。还有商量的余地吗？没有了。是。
陛下。哎呀，走吧，反正圣母已经煮成熟饭了。凌云干什么去了？怎么还不把云禅和那个男仆卓芷带上殿来？参见儿臣，参见母皇。来人呐，把这个男仆卓芷拖出去，立刻斩首！退下，谁敢动他？云禅，你反了是不是？儿臣只是不明白，母皇为什么突然要杀卓芷？朕早有旨意，不准这个男仆卓芷踏入你寝宫一步，抗旨不遵，立刻斩首！母皇，卓芷是儿臣的男君，他若不在儿臣的寝宫里面，若是在皇宫里四处游走，这才真是有违我罗曼女国的男儿礼法。长公主殿下，此言差矣。